原來咁樣都可以好有型嘅，咁好啦，跟住我哋問下古仔啦，咁啊古仔，咁啊喺呢一個電影裏邊咧，飾演一個冇差骨爸爸咁樣嘅，咁除咗要咧增肥3個磅之外咧，咁亦都咧就係參考咗一啲咧就係退役嘅刑事情報嗰個警員啦，咁啊睇下點樣去做啦咁樣，可唔可以講下你嘅造型係點樣咧，同埋即係你參考嗰啲咩資料，譬如啊原來我可以咁樣演繹呢一個角色嘅咁樣咧？